针对有 Level 2车子的事故的一个初步调查的几率呢，其实三百多件里面，它是占273件，总共 Tesla 车子就占了超过70%。上面督导单位就在看，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有5个警察，他们一年内就可以办出800多件一样的案子？